你呢一個位置腫係咪 ？OK， 我想換一塊依昂先嚇。依昂鐵片咧就係藍色嘅，藍色係消炎嘅鐵片，佢入邊咧有腫啊，有腫，有腫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你嘅細胞或者組織有受損嘅地方，你嘅免疫系統派出軍隊去幫你修復過程入邊產生嘅一個痛同埋一個脹一個腫嘅現象嚟嘅，好冇？好啦，呢個貼片貼喺邊度咧？只需要貼喺頸椎，無論佢身體邊個地方發炎都好，都係貼喺頸椎。大椎穴就係呢、這個呢、這個位置，好冇 ？OK。我知道你呢個係我會幫你貼另外一樣嘢，嗰、那個就係幫助你消炎，而你個痛症咧就用 ice way，ice way 咧啡色咖啡色，佢係一對使用嘅，叫做 ice way 瞬間止痛貼，啡色貼喺你而家撳俾我睇，邊個係最痛？好，我撳落去 ，OK， 嗱，我而家撳落去，嗱你放手先嚇，呢、這個係一，呢個係二。一定二啱，二先啱係咪 ？OK， 好，我再撳多一個位，三，差唔多。好，咁即係一，二，呢個位係啱好。OK， 嗱，二呢個位我就貼落去啦，就係咖啡色。咁我哋貼嘅時候咧，我哋要狠狠地鋸佢。點解要狠狠地鋸佢咧？你要知道佢個痛有幾深。你明唔明啊？有啲人痛係表皮都痛，有啲人嘅痛係好入嚇。咁、我就咁樣咧，你見唔見我隻手已經鋸曬落去 ？OK， 你記住呢個痛症喎。你點稱呼你啊？鄭生好，鄭生好，鄭生你記住呢個痛喎嚇。嗯。嚇，睇下有冇少到好。咁而家咧，我連完呢一個咧係 location， 即係點咗呢個痛位嘅啫。而家呢個先至係幫佢。將個痛症轉移嘅就係白色，點樣貼呢？就喺佢距離呢一個痛點嘅十二點方向。鄭生，我哋另個少少俾佢哋睇 ，OK？ 好，就係呢一個位距離一個貼片嘅位置。因為我講話兩隻手指，等佢隻手指粗我咁多，點度啊？係咪啊？咁用一個貼片嘅距離，咁你會簡單啲。好啦，點解咧？我哋先去十二點方向。我其實係唔知啊，鄭生，佢嗰個細胞點行嘅，我唔知，佢都唔知。咁所以我哋係估，咁但係點估咧？我哋唔好亂咁嚟，我哋先用十二點、三點、六點、九點去轉佢。咁而家佢貼完呢一個白色貼片，第一件事要做咩咧？飲一杯水。好，你飲咗杯水，慢慢飲下。錄低入嚟啊！係啦，我到時錄低，我到時拍翻俾你，好唔好 ？OK， 好，你飲一杯水先，係啦，飲一杯水先。嗱，呢杯水唔好飲得急，慢慢飲。嗱，飲水嘅過程，我哋要問我哋嘅當事人，平時飲唔飲得多水啊 ？OK 嘅。OK 點 OK 法啊？飲幾多杯水啊？係飲四杯水，四五杯水係唔 OK 嘅。四五杯水係唔夠水分咧，你皺紋會多咗，會多老人斑啦。另外器官會衰竭，唔夠水分啦。一個人最少要兩至三公升水，老人家更加需要多水。如果唔係巢皮多㗎，咁所以咧嗱，佢飲即係飲四五杯水，有咩問題咧？當佢只係飲咁少水。佢第一杯水飲落去嘅時候，所有器官即刻收咗，因為佢平時冇飲水，所以佢第一杯水飲落去嘅時候，佢啲器官就即刻儲起。咁夠唔夠細胞去醫佢呢度咧？唔夠，所以佢可能要飲第二杯水。不過我哋試咗一杯先 ，OK， 飲曬佢要飲曬佢，因為你平時飲唔夠水。點解我哋嘅免疫系統會快，同埋細胞修復會快？我哋細胞由咩做啊，鄭生？細胞咩做啊？啲血係咩做啊？由水做，係啦。如果你唔夠水，你就咧冇能力派兵。細胞就係你嘅軍隊，去醫治你嘅痛症。好，我而家鋸你，我試咗先啦，好唔好？俾佢飲一杯水試咗先。我而家再鋸你，哎嗱，淋咗啦，呢個位而家個痛有冇少到？好咗幾多成？頭先係十成痛。現在多少成痛？
剩翻三成，使唔使嚟啊？好，好啦，因為我撳落去嘅時候已經淋咗啦，嚇。咁好啦，你想唔想冇曬啊 ？O K。想唔想？梗係想啦。好，我驚你話夠啦咁樣。好，咁我哋咧七成其實好好噶啦，第一點 ，O K。其實我哋第二點就點樣移咧？大家望住，好簡單其實，但係要有個原則就係順時針。不要調回轉順時針，為什麼呢？我們這樣走的，所以我們就順時針去到第二個點，同樣地距離兩一個鐵片位置，我們不要說哪個手指，說一個鐵片就對了，好嗎？那好了，一個鐵片位置，然後等多少？15秒。這15秒是做什麼呢？等他跟他溝通，不是我跟他溝通，是這個他反射著他身體的紅外線光回去他自己身體，他兩個鐵片溝通著，我給15秒他 OK， 現在15秒了，15秒之後我同樣地追回他痛的那個位置。好了，我現在再按下去了，現在的痛有沒有再少一點？少一點，但是問題是想按下去不痛，但你這樣轉呢，你一直抽不動。 OK， 即是我現在按這個位置已經不痛了，是好一點，對嗎？現在有沒有痛？沒痛，你看我追到很深的，是不是？你看到我不留手的，我已經大力一點，我很大力的了，我已經看到你們看不看到我已經追到這樣了，是不是？即是說不痛了，是不是？好了，是不是現在不痛了？追來不痛，但是轉頸就痛。好了，轉頸哪個位置痛？你轉呢？你抽住這裡。 OK， 好了，這個位置抽住，即是什麼意思呢？它這個位置，你的組織不是一個位置痛，它是這個位置的組織，整個位置都有受損受傷的細胞，當我貼了在這裡的時候，這裡處理了，我其實這裡淋曬了，已經那塊肉已經不硬頸了，厲害，立刻沒有硬頸了。 OK， 現在就轉了來這個位置了。好了，現在這個位置，這個位置痛是嗎？這個位置痛，這個位置痛，這個位置痛。 OK， 好，你不要動著，我將這塊東西撕了，我黏到這裡。 OK， 為什麼呢？因為我已經第二點它已經不痛，那我現在就將它，我試一下追它，這個跟它呢其實都是一個貼片位置，我試一下搬一搬它來這裡，同樣地我等15秒。你呢乖乖地回去呢，每天呢喝10杯水行不行？十杯水不用吃，但我喝水呢就大過你都好，那杯大一點，我不要緊，但你每一天就喝你那個杯十杯水。 OK， 好嗎？你入杯十杯水不用吃藥，好嗎？ OK OK， 乖乖仔。好了，即刻變靚仔的，告訴你喝多水。好了，現在我又再按它覺得痛的那個位置，現在這個位置有沒有痛？明白嗎？按下去就不太痛，但淋就痛。怎樣啊？轉頸也痛。轉頸痛，好，轉頸這個位置是不是都是這個位置轉頸痛？低一點這個，哦，又轉，其實它是轉緊位，你見不見到？它自己不知道，但它按的每一個位置是不同了，是不是？你近你看到，哦，它原本是這個痛，跟著這個痛，現在是這裡痛，這個是痛，是的，對，即是轉了位置。那轉了位置即是什麼呢？其實呢它這個位置呢，即是說它一貼下去，為什麼要貼了喝水才知道？貼了之後，你的身體細胞知道它在這裡，當你喝水的時候，它懂得去找那個位置，明白嗎？如果你喝了杯水才貼，你的細胞都不知道去哪裡，明白嗎？其實是一個這樣的作用，溝通的作用。好了，現在其實呢，我將這個貼片我不動它了，因為它是這一組都痛，是不是？好，我現在嘗試幫你轉一轉，再轉去，記得了，12點、3點、6點的方向，明白？現在就轉了去6點的方向。好，現在我又再等15秒，記住每次是等15秒。好了，就讓它再動了。其實剛才呢，它喝完杯水，第一點已經沒了三成，第二點已經不痛，但是走了位。好，現在呢再轉一下條頸，痛不痛？現在又再低了，見不見了？是這個位置。 OK， 好了，它現在是這個位置扯住。好了，如果現在這個位置扯住呢，我幫你再撕這個位置，再走這裡。 OK OK， 好了，
我覺得你乖乖地飲多杯水。Okay. 你乖乖地飲多啲杯水咧，你就有細胞幫你去做修復。好，你曬。Okay. 前同後係爭好遠嘅，飲咗嗰杯水。好，好鄭生，我又再撳你啦，而家 ，OK， 好呢度，好再扭扭條頸，好啲嘛 ？OK， 都係呢個位。都係呢個位 ，OK。咁佢呢一個位咧，嗱，你呢度收腹，呢度收腹，而家褪咗落呢度。好啦，我再轉呢個位，就係、是、再去到呢一個位，12:03。6:09咁樣走，咁每個位都要停留10秒，俾佢哋溝通咗先。咁溝通咗之後咧，好啦，如果呢一個位我唔好喐佢啦，呢一個，因為我再搣咧，佢唔黐噶啦，已經。等陣我可以打膠紙俾你。咁然後咧，你記住啦，唔黐啫喎，係有用噶喎，嚇唔好抌喎，嚇。咁好啦，跟住而家呢個九點方向對住佢，好，我就再你再擰頸，你唔痛嘅我撳應該，你係擰頸先痛。係擰頸先痛。嚇！而家擰頸痛唔痛？而家擰頸咧？都係錯。係啊，搣半塊都有用㗎。點解咧？我要因為呢塊我要走位㗎，所以我搣半塊，我搣成塊就會唔黐㗎啦。所以我只係搣半塊都有用，記住佢係個波頻，唔係要佢搣曬先有用。呢一半都有用，佢犀利係咁樣。OK， 而家好啲嘛？有冇再少啲？通少少，但係始終都係轉一轉嗰度。轉呢個位先痛。係啦，轉呢個位痛，但係都係呢個邊個位痛啊？都係呢個位置。OK， 好。咁最後一個位，當我哋轉咗12:03:06:09之後咧，我仲有一個位就係黐翻喺佢上邊。呢個位咧就最後一個位，就我就搣咗佢擺喺度。呢個叫原點衝擊。即是話佢呢個痛可能唔係上邊嚟，唔係左邊嚟，唔係右邊，係入邊嚟。但係入邊嚟嘅話咧，我唔可以一開始黐佢，因為當我喺度喐12:03:06:09嘅時候咧，原來我帶動呢個地方嘅細胞同組織喺度運作緊，喺度喐緊。咁所以我當我打咗一個圈之後，其實佢醫緊佢噶啦，即係處理緊佢噶啦。咁到依家咧，我就再撳佢嘅時候咧，打喺呢一個位咧。它會是最舒服的，你現在再試一下，鬆一點，但是問題上都是按著都抽著痛，但是呢就是按下去就不痛，按下去不痛，就擰頸的時候就不痛，對，擰頸痛，沒錯，但是你比剛才那個位置的痛就少了很多了，是不是？好，那我們呢就讓你休息一陣，好嗎？Okay. 那我呢現在呢送多一塊幹細胞貼片給你，咁咧，你咧個幹細胞貼片咧，但係會有機會令到你今晚精神我瞓唔著。哦。咁咧，但係我想試體驗一下，即係你等一等，因為幹細胞加落去咧，幹細胞貼片就冇佢呢兩件嘢咁犀利，嗰、那個犀利唔同。呢兩個咧係即時唔痛，但係呢個咧就係、是、醫治佢，就會加強個細胞去修理嗰個部分。同埋佢由於佢唔係一個點啊，佢其實呢個位置幾個位置都有痛症，咁我又冇理由打幾塊唔使嘅。其實我哋同一對咧喺附近咧一對就得㗎啦。咁你擺下嘅時候，當呢個位唔痛咧，佢自自然呢個位等陣都會唔痛，不過需要少少時間佢走位嘅啫，好冇？好啦，咁而呢一個位咧，我就再幫你咧黐喺呢個附近。嗱，幹細胞貼片可以黐喺大椎穴，可以黐喺丹田穴。但是這個小朋友呢，他是因為這裡受傷，還有這裡呢他是有移位，還有收窄了，所以我將個幹細胞貼片直接黏在他這裡附近，就讓到他那個頻率在這個位置集中去幫他。所以如果有些老人家覺得喂我哪裡痛，你貼那個位置就行了，那就簡單一點，讓到他們不要那麼用，即不要那麼不用用腦去記住了。好，咁你翻埋位慢慢坐 ，OK？ 因為開唔開心啊？而家雙水都係好深度嘅，好深度，唔係喺表面㗎，喺深度照到睇到嘅。所以咧就比較係慢少少。你呢個布腳記得留翻，我等陣借我影個相。好。跟住你會幾時再去做驗身啊？未，冇咁快係咪啊？快。嗱，咁咧，我哋嘅骨刺病人咧係半年骨刺消失咗。是直情冇咗，溶埋，
咁你想唔想都好似係咁啊？咁你就乖乖地連續日日都貼 X39。咁而嗰個 Eyes Way 咧係有痛先至貼，冇痛係唔使貼。咁其實咧就係$800一個月嘅啫，就係咁樣啦，係啦。OK， 好嘛？但我照到佢深度好深，你又唔係一表面，表面就易啲。好。